後來真的有找人的，留意人真的啊，問啲問題，我就去 Crystal 啦，你哋知唔知我個組合叫咩名啊？但是啲禮物真的很慘出嚟，咁啱佢搬屋啊！佢話就係咧，佢執嘢執咗好多，即係有兩個嘅，咁我可以送咯。如果有一個佢就係啊，咦？咁我下次都玩下送禮物先，我屋企執錢錢執執啲誒，因為我有啲真係冇用過，又覺得好似好嘥。你覺得變一對物咁啊？你知啊？譬如咧，你要碟。你不是應該有啊？你很久以前，話說咧，講起碟，其實講起碟咧，有樣嘢好衰，因為我成日冇記性咧，你知道。啱啱講起，其實咧好多時候咧，出到後期，我哋出碟嗰啲碟咧，啲 fans 每次俾我簽名咧，最後佢哋都拎唔翻嘅。即係你而家好多屋企簽名。係啊，我屋企有好多自己嘅碟擺咗喺度咯。簽咗你一個名字。嚇，係啊，簽咗我自己個。翻俾你還翻俾佢，唔記得咗咩出嚟。係啊，所以好慘，成日都俾得我嘅，俾得我嘅都拎唔翻。好，我哋啊，依首歌我自己好中意嘅，嚟嘅呢首歌係因為係講一啲可能關於成長你。慢慢大個咗，好多童心或者你好多幻想都會消失。咁講我哋係即係講容祖兒啦，因為係佢歌嚟嘅。咁係講佢可能點樣經歷咗好多嘅嘢之後，其實好想話俾你聽，佢其實喺佢心裏面最仲係有隻好似叫咩？係咪獨角獸啊？你哋話獨角獸係好 unicorn 係佢好特別。好靚嘅嘢嚟嘅，係咁希望大家，因為眼觀落去，大家應該都好細個嘅啫，係咪啊？後邊依啲就唔細個啦，你應該都四十幾啦，係咪？見咗你都成十幾年啦，會出道都冇十幾年。好早期啊！打咁講，你話打咁話啦。佢初出道嗰陣時咧，嗰一首拍歌咧。嗰次喺世貿中心，你記得有一個音樂會啊？記得出道嗰個嘛？係啊，我初早出道嗰個咯。係。嗰陣時我同啲 friend 去睇嘅。我知啊，初初你中意粵美嘅。啊！我知啊！我知啊！你粵美嘅 fans 嚟噶嘛？唔係我記得噶。女人好記住啲嘢噶。小姐啊，一定爆玩，好送俾大家，幾童真啊，小朋友，我哋叫佢咁樣笑啊，有喎真係，好送俾大家黃色彈門。好啱呢首歌，有啲朋友笑住。窗纱外，小楼及红松枝花。梳化上，下凡天使共我喝着茶。世间千千万万人未明白我，却这位空想家惊讶。孤单真的不可怕，能让我画满花，还未算是那么差。让那空笼成群，行过台面衣柜入面，藏着花园心意，男孩藏住于身边，没有变真也过那样远，生命从未如乐园，也可靠我种种浮现。让那彩虹长桥无限奢侈飞尽，日日幻想表演波幻，现实寻求双焦点，在我心房的黄色门里。保存着未坐那火箭，天花上星星
怎能变烟花？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，我偏爱的要别人视为幻觉，我早知因此不敬茶。今天虽则长高了，墙上继续挂的还是我六岁的画，让那空龙成群行过台面，柜入面藏着花园心意，男孩长住于身边，梦要变真也没那样远，生命从未如乐园，也可靠我创造浮现，让那彩虹长桥无限伸展，飞翔日日云上表演，魔幻现实寻到双交点，在我心房的黄色门廊保存着你在那发展，让那开团时时有到指尖，不由旁人沉重相远，一恨同行行进卡通片，在我坚持的黄色门里珍藏着自制那光年，窗纱内小鹿给我送枝花，想想吧，真想给你见到他。好诡异啊！笑声，哈哈哈哈哈，好笑紧啊！呢首歌咧咁，又可以谂一个入口嚟玩。有冇听过嗰、那个有冇加口令系咩？床脚撞墙角，墙角撞床脚。冇听过。你讲唔讲到？即系床嗰只脚撞咗墙嘅角。床角撞墙。但错咗咯。床嘅脚。床脚撞床角。系。我就床角嚟咯。啱啊。系。床脚撞墙角。墙角撞翻床脚。墙角就撞翻床脚，墙角撞床脚。好嘛。你睇下试下系咪讲到先。就你啦，你試下講嗰度啦。其實我都唔知聽唔到啱唔啱。我都唔知自己聽咗啲咩。聽唔到啱唔啱。牀腳撞牆角，牆角撞牀腳。牀腳撞。不正。好難嘅。牆角。牆角撞牆腳。耶！真係錯咗，最後。頭先我咧，因為咧。因為唔知有個唔知道，我講咗個床腳嘅，讓那床腳，可能成日諗咗藏住於身邊，係藏住於身邊啊，失眠啊，係藏住於身邊，藏腳於身邊。其實是點開始的？一點開始。好，繼續啦。好，我哋依首歌係啊，有中意嘅。其實首首都中意啦。首首特別中意啊，因為我呢個係方大同寫嘅呢首歌。即係又中意方大同。又唔係話好中意方大同，但係係中意佢嘅編曲，中意佢 style 咯，佢呢個好舒服啊！係啊，大家要好似金絲雀喺度錄下咁舒服。送俾大家牆子。
不会知，仍是你背影一辈子。旁人尚在笑我坚持，我只得坚持，我喜欢坚持。即使只想脚着戒指，想真必须同时同意。地上最远的只怕是同场，也不看我一次。墙纸一般贴在门上，是我填中画面那内容，无权问你躺我，想知这个睡房只装饰你的堂皇神殿吗？可曾被你欣赏过？其实我都想你知，谁和你也非一辈子。来年来月我退息时，你想珍惜时，后悔都很迟。只担心失去这筷子，空出一个外人留意。若直有所生的你，未怀疑，未竟缺了一处。墙纸一般贴在门上，是我填充画面的内容，无权换你躺我，想知这个碎花只装饰你的堂皇神殿吗？好曾被你欣赏过。墙纸一般怕情人路过，从此安守你口袋，无缘为你躺卧。想知一旦有天，壁花都已负情人怀念吗？可曾被你伤心过？其實我好像有沒有你們有沒有聽過？